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朱爱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上次我们说到，西奥多·罗斯福的好友、出任森林局长的森林专家西福德消·平肖就呼吁美国的民众要关注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那么，西奥多·罗斯福他自幼热爱大自然，阅读过大量有关自然界的书籍，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多门自然科学教程的正规训练和教育。 并且进行了大量的野外的科学考察。1884年到1886年间，罗斯福在达科他州当过两年的牧场主，一边经营牧场，一边还在野外打猎、观察和研究动物，同时从事西部史研究。在西部的生活经历让罗斯福在感情上更加接近于自然界，也使他对于西部的干旱缺水、土地荒芜、牧场主的疾苦有了切身的理解和体会。 这个经历呢，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和思想认识，就深刻影响了西奥多·罗斯福。他对于自然资源保护的看法，早在1887年，罗斯福就和自然科学家乔治·格林内尔一起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创办了《森林与河流》杂志，倡导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罗斯福在就任俱乐部主席的期间，就是1888年到1893年间，这个俱乐部为了保护黄石国家公园。 推动了《公园保护法》的制定，建立国家动物园以及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有学者认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就是由这个俱乐部所开创。在担任纽约州长任内，罗斯福同样是关注自然资源的保护。在向州议会提交的第一篇年度咨文中，他提出要严格执行保护森林、动物和鱼的法律。随后不久呢，他还调查和改组了。 纽约州的渔业、森林和野生动物委员会，他盛情地邀请他的好友平肖到阿尔巴尼，听取平肖作为专家对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意见。一九零零年，罗斯福他的第二篇州长的年度咨文里，详细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思想。谈及的问题包括森林保护、森林火灾预防、洪水、河流污染、土壤流失和水利建设、野生动物保护。 以及森林和水流的关系等等的问题，这在美国各州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同年十一月，在致全国水利大会的信里，罗斯福又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全国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思想，提出了由联邦政府来领导和资助发展美国西部的水利事业，修建水库，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改变联邦政府自然资源管理职权分散和效率低下的这种状况。 主张实行专家管理的政策。这个时候呢，罗斯福关于自然资源保护、实行全面的国家干预的这种思想已经非常明确了。可以说，保护自然资源这是小多罗斯福很早就开始关注的一项事业，而到了他执政时期，这项事业开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九零一年十二月，罗斯福在递交国会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用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阐述了。 他关于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和主张，为这届政府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定下了基调。在他的第一任总统任期之内，罗斯福采取的主要行动是对西部贫瘠土地的开发。一九零零年之前，西部很多州广泛的兴建灌溉的工程，但其中绝大多数因为财政原因而宣告中断。来自内华达的国会参议员法兰西斯纽兰兹就提议联邦政府设立开垦局。 建立专项的基金来支持西部的灌溉工程的修建。这个法案首先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不在众议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当时众议院的党魁约瑟夫·坎农抵制这个法案。那么，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总统，为这个法案的最终通过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一九零二年六月，《纽兰兹法》经罗斯福的签署而生效。根据这个法案的规定，组建了一个土地开发署。 具体负责西部灌溉工程的修建和管理，开发署的主要成员呢是各类工程师和专业人员，人数有四百多人。为了促进西部土地的开发，建立开垦区，移居开垦区的人在定居五年，并且耕作了一定面积的土地之后，就可以获得八十英亩的土地，每年向政府支付二十到三十美金的灌溉费用，而政府利用这笔钱再去兴建新的水利设施。 这样就可以形成良性循环。那么，这个法案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到了1920年，已经有大约120万英亩的土地因此而得到了开发。而罗斯福更加重视的是森林资源的保护。在他看来，森林是整个自然资源良性循环的关键。水土的保持、环境的美化、野生动物的生息繁衍、树木资源产业的开展，都和森林息息相关。 可是当时美国的现实情况是，所有资源中，森林资源遭受的毁坏和威胁是最为突出的。从克利夫兰总统当政的时候开始，联邦政府已经收回了成百万英亩的林地，开辟为国有森林保留地，禁止私人任意砍伐。到了罗斯福上任的时候，当时美国国有森林保留地的面积已经达到了四千六百四十一万多英亩。然而，国有林地的管理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当时管理权呢，分属于农业部的森林局和内政部的土地总署，土地总署掌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但是土地总署对于森林保护既没有兴趣，也缺乏专业知识，结果根本无法进行集中的有效的管理。在罗斯福和平肖的艰苦努力之下，美国国会最终同意把森林管理权划归给农业部。那么平销所领导的森林局。 在罗斯福的大力支持之下，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他的年拨款数由1899年的2.8万多美金，剧增到1908年的357万多美金。他的影响也不断的扩大，并且成为了一个非常高效率的管理机构，也成为了保护自然资源运动的信息中心和宣传部门。当时罗斯福所追求的另外一个目标是要建立新的森林保留地。在入主白宫的头一年。 他就下令建立了十五个森林保留地，不过在此之后，迫于压力，直到一九零五年，他也一直没有采取新的举动。国会内代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反对派利益的议员，利用立法武器，极力的阻挠扩大森林保留地。一九零七年二月，反对派的势力在讨论一项关于农业部拨款的提案上，附加了一个条款，规定非经国会同意，不得在西部六州。 开辟新的森林保留地。当时农业部急需经费，罗斯福必须签署这项议案。但是在签署法令的前四天，他突击下令将七千五百万英亩的林地划归国有。这个面积相当于之前美国所有森林保留地面积的总和。这样呢，美国国有林地达到了一百五十个，总面积达到了一点五亿英亩。与此同时，罗斯福和平销 还极力主张国家的森林理念应该进一步的扩展，这最终呢就导致了1911年法案的通过。这个法案允许美国国家联邦获得大面积的东部林区，森林保护由此就扩展到了整个北美大陆。罗斯福还在矿产资源、野生动物、风景名胜的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下令将6500万英亩的矿产资源划归国有，禁止私人开采。 建立了五十三个野生动物保护区，禁止任何的猎杀，改善了国家公园的管理，下令建造了十八处国家历史纪念地。那么，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掀起的同时，另外一个叫做自然保留的运动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自然保留运动最具有戏剧性的领导人名字叫做约翰·穆尔。由于受到大卫·林罗有关自然思想的影响，穆尔呢，他在优塞美蒂峡谷。 生活了很多年，并且徒步穿越了内华达山脉。他曾经说过：“自然就是一扇开向苍穹的门户，是一面反射造物主的镜子。”在别人的帮助之下，莫尔他在1890年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当年，国会建立了优塞美地国家公园，专门保护这里优美的野生环境。1892年，莫尔又协助成立了旧金山山脉俱乐部，借以促进自然保留的主张。 那么也是在这段时期，木尔和平霄成为了相互仰慕的盟友，不过两个人的目标分歧比较大，一个是赞成保留，一个是主张有计划的利用。当羊群被许可在林地放牧的时候，木尔对由此招致的对于花草树木的破坏感觉到非常吃惊，但是平霄呢，则认为这是对林地的明智的利用，只要这种放牧适度就可以了，因为林地提供了必要的食物。 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两个人针对应该采取何种原则来管理刚刚设立的新的森林保留地发生了争论。1897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森林管理法》，这个法案标志着平肖的主张获得了胜利。那么，罗斯福虽然喜爱自然，但他非常赞成平肖的做法。强有力的管理、集中的规划，让资源造福于人类社会，这些对于罗斯福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罗斯福的帮助和鼓励之下，平肖把森林局的服务从一个为木材商人提供信息的小办事处，改造成为一个由意志坚决的森林学家所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努力保护森林资源，以免其遭到毁灭性的过度利用的一个军团。在这个过程中，罗斯福还极大地拓展了资源保护的概念，使之适用于水利资源和矿产资源。一九零三年，罗斯福否决了一项允许私人。 在田纳西河的河滩上建立水坝和电站的法案，主张由国家来承担如此重大的工程。在他当政期间，罗斯福把三千五百个可以修建水利设施的地址保留为国家所有。他甚至促使平销撤销了两千五百个内河的水电站，决定在这些地方设立守林站。一九零七年，罗斯福又在他第七次年度国情咨文中。 提出了综合开发美国水资源的设想，以便把美国的主要河流建成集发电、灌溉、航运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水利体系。后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时期所修建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实际上就是把西奥多·罗斯福的设想付诸于实施。西奥多·罗斯福深深知道，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这不是一代人、一个国家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全人类。 都应该去追求的一项事业，所以呢，必须唤醒全体美国人乃至全世界民众的共同关注，来参与这个事业。一九零八年五月，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倡议之下，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应邀与会的有四十四名州长、国会两院的代表、最高法院的法官、联邦政府的内阁成员、七十名民间团体的代表、专家学者以及四名公民代表。 罗斯福亲自主持了会议，并且发表了讲话，着重阐述了自然资源保护的意义。当时他说：“让我们牢记自然资源的保护，这是另外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确保这个国家的安全与延续的国家效率和爱国义务的问题。”同年十二月，罗斯福又在白宫主持了第二次自然资源保护大会。在这两次大会的推动之下，美国的各州。 相继成立了保护自然资源协会，全国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也在这一年的六月宣告成立。一九零九年二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在他离任前夕，在白宫主持召开了北美保护自然资源大会，出席的包括加拿大、纽芬兰、墨西哥和美国的代表。罗斯福本来还计划发起召开自然资源保护的国际会议，不过由于他的总统任期届满，而最后没有能够实现。 一九零七年到一九零八年间，西奥多·罗斯福和共和党内的那些保守派之间的隔阂和分歧日渐的加深。这一点也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上。罗斯福所采取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就触犯了靠掠夺自然资源发财致富的西部的利益集团。经营私有灌溉工程的人当然会反对纽兰兹法，牧场主、矿业主、林木业主自然会抗议政府。 实行森林和矿山的国有化，电力公司对罗斯福多次否决将水利设施建造的地点给予私人企业的法案而心怀不满，在公共禁地内偷牧牛群和偷伐木材的人，因为遭到政府的起诉而怀恨在心。国会呢也越来越采取敌对的态度。罗斯福任命的内河航道委员会提出控制河流和河水的建议，国会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国会还拒绝提供经费出版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而那个报告里主张联邦政府资助农村学校、道路、农村的电气化和农民的合作社。一九零七年秋季的金融恐慌及其之后短暂的经济萧条的出现，也加剧了罗斯福和那些保守派之间的分歧。虽然这次经济衰退有着复杂的原因，比如说生产设备的扩大超过了当时国家近期的消费能力。 银行和货币制度的不健全，金融家毫无节制的投机活动等等。但是呢，保守的工商界却把其原因简单的归结为罗斯福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恐慌消失之后，罗斯福敦促国会采取行动，铲除美国金融体制的弊端。国会当时授权以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来研究货币和银行政策，并且提出报告。与此同时呢？ 罗斯福也谴责对金融恐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投机倒把、贪污腐化和舞弊欺诈的行为。在一九零七年十二月和一九零八年一月的两次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表示要进一步的进行改革，其措施包括：所有州际企业改组为有限公司，并由联邦政府加以管理；联邦政府对股票市场加以管理；限制反对劳工的禁令；对劳工争端。 进行强制性的调查，将八小时工作制扩大到联邦政府的雇员，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那么，罗斯福还严厉批评了《工人赔偿法》，认为这个法规违宪，谴责来自掠夺的财富，说有钱人干了不少的蠢事，还私下警告说，如果富人和不明是非的法官迫使工人的命运变得不堪忍受，那么势必会爆发革命。如果不改革， 资本主义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存在下去，那么这些极其尖锐的批评，自然就加剧了保守派对他的不满。一九零八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早在一九零四年，罗斯福就明确地宣布不再谋求连任了，而实际上呢，他已经早已选好了自己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威廉·塔夫托。在罗斯福看来，塔夫托是执行他既定方针的最理想的人选。塔夫托呢？ 是来自于共和党传统的势力范围，中西部的俄亥俄州，曾经担任过联邦法官、菲律宾总督，在罗斯福执政的期间还担任过四年的陆军部长。他是持有比较保守的进步主义观点，一向支持罗斯福的政策。他出身于老的世家，受过东部的教育，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同时博学多才，享有比较好的个人声望。而罗斯福的青睐以及共和党内的一致支持。 使得塔夫托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共和党党内的提名。当时塔夫托遇到的竞争对手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威廉·布莱恩。一九零八年的时候，这已经是民主党人第三次挑选布莱恩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布莱恩自己声称他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合法继承人。事实上，自从一九零零年总统选举之后，布莱恩的思想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由银币的问题。 一九零五年，他曾经出国做环球旅行，期间拜访了俄国社会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回到纽约的时候，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并且开始争取第三次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波兰的偶像是托马斯·杰斐逊，而托马斯·杰斐逊呢，也一向攻击财富是具有天生的剥削的性质。所以在总统选举中，波兰的焦点就是针对资本的力量。只有美国的平民党人。 早已形成了猛烈攻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要求对公司进行广泛的控制，甚至收归国有的这种呼声。布莱恩就可以自由地利用这种政治浪潮。总体来说，他呼吁的是一种所谓的积极自由。他倡导公用事业的公共所有，要求终止证券市场的投机，要求废除童工，制定严格的纯净食品和药物的法案，改革金融体制，以便通货。 能够以产量收益作为基础，而并不是简单的根据国库的黄金储备量来发行。由于公开的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布莱恩开始赢得民主党内部日渐壮大的进步派别越来越多的支持。同时，为了赢得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美国劳工运动的支持，在1908年的选举中，布莱恩还提出要求法院不得像过去那样随意地发布反对工人罢工的禁令。 另外，布莱恩所崇尚的进步主义还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主张众议院的民主化，强调直接预选和创制权、否决权，要求降低关税，要求建立银行存款保证金来保护工人的储蓄，倡导对托拉斯进行控制，倡导直接选举参议员，以便消除公司的操纵。但是，虽然长期以来，布莱恩把他自己视为是改革派的当然领袖，自认为自己。 是西奥多罗斯福之后的合法继承人，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